再见拜拜了。就是再见，就是拜拜喽。哦、我不让你念信。在八中间，你看。然后走，先进去。35块。好了，盖好了。你要盖章先盖。拖鞋不方便，可以让他们进来买书。哦，有。进去要拖鞋。是的。干嘛？你要进去吗？好。好。这是眷村。这是以前的人住的，那个叫什么？眷村，眷村传。的家眷，他们什么党？共产党。这个是不用拖鞋子。来路啊！有没有？这边将军豪宅，这是将军在住的。等一下你就不用开了，它是用门牌号码。对啊。海军建筑。
又要进去里面了。太多会包不起来哦。我知道，我是再加一颗绿色的，好，再加一颗白色的，好。好，交出来。上下都可以，反正就是半圈。当然不行，这个就是好，逛了。是工作站吗？哦，这个路口拍的。弯路正常。这里你去眼睛啊，这里那为什么不来？对啊，他平衡感又超差了。对。
我要盖印章的。对对对。盖那个。嗯，对。你盖好。不要都在开，哦，起飞了。下面。对，下面。哎呀，这边藏在小巷子里面，对，台湾螺丝博物馆。